大部分人上去三十岁之后，这个脸色暗沉的要命，就没法看了。有句老话说得好呢，长寿之本，肠中无字。这个肠中啊，不能有浊气啊，你因为浊气太多了，所以你脸色难看。当脸色暗沉的时候，身上就没有力气。为啥呀？因为肠中的渣子太多了。如何使肠中无字呢？首先得把肠中的浊气啊一点点的给送出去。肠中的浊气送出去，不是说你跑几趟厕所跑肚子什么的，那个你就能送出去了，那个你是越流越多啊。这些浊气我们从胳膊上就可以给它往外去排。怎么去排呢？你看我们这个胳膊哈，腕横纹下来四个手指，然后再下来四个手指，第二个四个手指这个位置，你用手这样掐住了以后呢，这样去转啊，就这样去扭，扭上它一分钟，使点劲儿哈，把它搓热了哈，速度也得快一点哈，扭上一分钟。这一分钟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哈，就这个肚脐眼之下一巴掌的这块位置哈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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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面的这个气啊就开始动，哎，两边都扭哈，这就是往外去排浊气的一个过程。其实也不用多，你每天两只手各做一分钟就足够。几天下来之后，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脸色就好看了，啊，时间长了当然会更好看的。